那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防疫的问题，像哪里有这个 COVID-19 的这个病毒在那里，你就不要走过去。哎，要看清楚他们，要看清楚。你有这个有佛眼，有慧眼，有法眼，有天眼，你就可以看到病毒在哪里。啊，我们修行是要修出正量，有了正量，那自然你不用害怕，而且你自己本身有结界，啊，不管什么，你做了结界，就算有病毒在那里，你走过去，病毒也要闪开。啊，这个病毒是无形的，它很厉害，但是我们这个密教的结界也是无形的，用无形来对付无形，你用有形来对付无形，那就是盲目。所以我们用无形的结界，啊，你有一个光体，那病毒过来的话，你那个光体就直接把那个病毒给它隔开，它不会侵犯到你。啊，希望每个人都身体健健康康的，啊，不要染到那病毒。